怎么样？感觉这条狗还可以吧？它叫熊二，是我们从小养的狗，当时是我家另外一只大狗生的。哦，就留了它一只，其他的都送朋友了，也都被客户挑走了。现在呢，它又被我另外的客户看上了，啊，想要买走养。然后因为我自己呢，啊，本来家里边也有两三条金毛。然后呢也可以转让给别人养，所以说呢就把它再增加一些训练，给客户，因为客户要求再另外多训练两个科目。现在呢我就是在增加的科目训练中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，这个呢是要训练它匍匐前进，就在地下爬着走。它以前因为完全没有训过这个，所以说呢只能从头开始慢慢来。因为他之前学过装死嘛，而且装死装得特别好，对呢，所以说呢他，你看他玩的时候往前爬的时候就老容易想倒下，想装死，这也是很多狗在学习过程当中容易犯的一个错误。其实也说不上是错误，因为他们之前会这个东西，然后你在训练别的科目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自己他以为你要训他那个他之前会的那个科目，所以就会表现出来这种行为，这也是正常的。那现在这个呢就是训练别的一个另外一个的，这个是让他听指令才吃饭啊，我们把食物放到他面前啊，我们没下指令之前他不要吃，要先等着。所以说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想直接吃嘛，后来多练几次之后就知道要等着了。这个呢后来我们会改一下，还会让他数数吃饭，比如说我们数到一二三，数到三的时候才能吃，数到一二四五这一类的他都不要吃，那分一下。不过先把前边的训练稳定了再说后边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，你们能学到点什么吗？再见。